没什么印象。你应该看过人了。有看过了，可是应该不知道名字。没关系，我到时候再。那个团体里面很多都是意见很多的人了。就话不要太多，就对对对，那就是一个团体里面的话，大家的意见和意见就好了。讲讲做代志。对对，不要讲问题太多，可能受伤了。两双撞，那两双撞，哇！倒两个。这个蓝衣服都没什么人呢、啊。二四六七。台北是九边吧？不知道，台北。不知道。还有跟圣约翰，小哥王总，我这里，哇。不要踢了，踢懂球没有用。是要把它踢出去吗？还是他要把它占了场地？你要踢出去啊，就踢到这边短边就好了。你踢那么远，他往里面踢了，应该往外面踢。他可能要让那边的那个最旁边那一只的话去接球啊。你踢球就踢不好。你想踢出去啊？踢你这个短边就好了，小边就好了。啊，就是出去就好，不要说太远太近就好。对啊，出去就对了。对啊，你要占地盘要踢远一点。可是我怕我，如果这种事情发生，我们又老师会骂。不会啊，你们画了的话，可能就拿球撞啊，做点啊，然后让人家接球这样子。因为我们很少会踢啊，像那个什么。拿底的话，几乎都是对那个十号，都是捡球，很少会提。对啊，因为你们学校的话，就是那种画楼后卫比较占，前锋比较占优势。画楼是体型超大只。对啊。
这个跑很快的哈。其实圣约翰他是靠近在淡水那边。哦。对啊对啊。是叫淡水工商专科学校以前是。他也应该读那个淡水工商专科学校啊。有一个淡砖，淡砖。哦。来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。因为我那时候从基隆骑去淡水，然后就有经过，可能说，原来这是圣约翰大学， okay, 对吧？啊，那我知道这个。我放球就是嘛，碰到反正放。碰到那瞬间直接。对对对。在音控室怎么去找？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各位参会。